啊，六班神六空不空，一颗啊，圆光色灰色。哦，我们的六班神用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啊，所启用的时候呢，叫做六班神用。啊，我们的启用的时候，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呢，哦，产生的那个作用；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声响的时候，听到那个声音的起的作用。所以六班神用空不空？你说它空，你说它有，它拿不出来；你说它空呢，它可以起作用。所以，一颗圆光色灰色，我们的清净觉性呢，就是像这个圆光一样的色灰色哦。所以说，它只说此摩尼之有六窍，六窍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嘛，哈，欲六根的迷者为六劫，哦，智劫啊家宝，哦，所有无量功德法才尽为六劫所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太过分的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沉迷在里面呢，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呢，就好像小偷在偷我们的财宝哦。若来呢，你悟了以后呢，悟了以后你还是一样眼耳鼻舌身意还是色声香味触法，你还是有见闻觉知嘛哦。所以叫做六班神用，这个时候叫六班神用哦，在眼 A 见，在耳 A 闻，在鼻子 A 嗅香。在口为谈论，在手为执着，在执为应奔，此为无用无尽也。哦，空不空者呢？此之妙用呢？非其有无可见，所以道呢？若言其有呢？无状无形。若言其无呢？胜之以灵，故云空不空也。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啊、现在的科技已经到了这个样子呢，我们的禅宗的讲法呢，还这么保守呢？啊、大修行人呢，还不是一个电脑，那结果这个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应该要改变一下方式呢，能够尽量的讲清楚，让大家能够启用，能够修行。哦，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清净觉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妙用呢，我们的六根门陀的六用出来的时候呢，好、哦。就是说有若言其有呢，无状无形呢，若言其无呢，胜之以灵呢，故言空不空。就是说我们可以启用的时候，在眼 A 见，啊，在耳就 A 闻。所以六根门陀所用的这东西的时候，我们清净觉性所显现出来的，并没有什么是跟非的，啊，主要。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过度的执着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而沉迷在我们的这些六根门、这些六尘里面境界里面的时候呢，无法自拔的时候呢，那就是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叫做劫，啊，劫就是活性，就是劫嘛，哈，就是劫。好，所以一颗圆光色微色者呢，此时保持从始来呢，从无始来呢，啊，恒赫哎显赫那个灵明照十方界呢，故知真色无形呢，而心罗大千呢。故云呢，青青翠之，尽是真如呢；熠熠黄花，无为是般若呢。故云，一颗圆光色灰色。但是总归来讲的这个六根那个六班神用空不空的这个事情呢，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起用的时候呢，眼 A 见耳 A。而那个闻的时候呢，在所谓摸捉刺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是叫做六班神用。我们启用的时候叫做神用，啊，那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说修行，你把六根当成六劫，你把六根当成六神，都一样啊，都是同样的，就是由我们这一颗圆光，就是我们的清净觉心所启用出来的。所以说呢，临济祖师呢说那个六根门陀放光动地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这些把它讲快一点了哈，这个比较不重要了。啊，近无远得无力，为正乃至难可测。我们那个悟到了以后，我们了解以后，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叫做近无远得无力，为正。啊，乃至难可测啊，所以说诸经皆以呢五根五力呢，今年无眼无力者呢，精简诸经论呢，为净明经所出呢，
啊，却以文解之呢，所谓无缘者呢，啊，他说他把那个他在这个地方他检查了很多的经论，所以说就是这个这五根五力的时候呢，他检查这个延齐大师呢，那检查了诸经以后呢，说为净明经所出呢，却以文解之呢，所谓无缘者呢，就是天眼啊、肉眼、华眼、慧眼啊、火眼，这五眼呢。没有那么多眼睛的，都是我们都是我们这两只眼睛啊，没有那么多眼啊。我们本来就有天眼，我们本来就有肉眼，我们本来有华眼，我们本来有慧眼，我们本来有火眼。这五眼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眼。哪里还有什么眼？即时五眼呢？啊，如即为如来啊，即得五力现前啊，一为信力，二为净力，三为念力，四为定力。五业慧力，故业尽无缘得无力，为正难乃至难可测也。这者呢，此之心地法门，除须亲证，啊，乃可得之。没有错，你要是到你那个见到了，我们说明心见性，你见到了你的本来人的时候，叫做亲证。你亲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本来即只有这些功德、这些能力。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则不可以啊，清量测度，经言若以思维心的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呢，啊，如取啊萤火呢，烧却虚拟啊，重金啊成劫啊，终不能着，故云为正乃至啊难可测也。啊，这个地方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啊，比较然后。那个镜里看形见不然，水中作业真啊脸得呢？就是我们看镜子的时候呢，看形呢就不然嘛哈。但是在你水中作业是做不得，是没有错了哈。所以呢，他在讲说，这个印齐法师讲说，哦，虽在镜里之形可见呢，却水中之业呢不可起啊。良由世人呢啊，被此觉性任其。影像流浪生死脱失脱墨啊，生着前进不能处理。这个部分呢啊，看形见不染，水中啊作业增脸得呢，他就是在说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看得到我们的形状，我们在看到我们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以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在目前的这个尘世间里面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说这个是真实的，我们的真实的世界啊，所以他说我们好像看起来是真实的啊，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自己看错了，所以叫做水中作业啊，睁眼得的意思。好，所以说，所以尽你自行可见，这水中之业不可取，良由世人呢，被此觉性，任其影像流浪生死，脱痴脱墨。啊，生着前进不能处理，这个很难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要处理，叫处理心出来的时候很难。但是呢，如果你有悟到了当下的时候呢，你了解了发起大菩提心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实在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暂时让我们使用而已，但是它不实在的，哦，每天一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说，在鼓励我们要啊，赶快悟到的意思。故玄以经营呢，必如勤业呢，有众啊，那个泥火以那个市井旁的忽见夜影呢，啊，即便敌乡下井作业呢，啊，亦得其一其所得呢，终不可也呢。能有一切众生的随境万年呢。啊，欲其还本呢，也复如是。故云水中作业增脸得。他就是说，在那个《玄理经》里面说，有一个晚上呢，啊，有一个月亮很明的月亮的时候，很多泥火啊，在那个市井旁呢，然后看到月的影子在井中呢，啊，跑下去眼中的捉那个月呢，当然是到井中作业是做不到的啊，就是说。他说：“欲其所得呢，终不可得；量有一切众生呢，随境外缘；欲其还本呢，也复如是。故云水中作业增脸得。”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很容易了解了哈。
但是下面是这个，我们把它讲完，就今天就休息，叫常独行，啊，常独步，达者同游，啊，涅槃路。我们的真智觉性呢，它独来独往的，你没有办法看得到它，啊，你没有办法摸得到它，所以它常独行，常独步。啊，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它了。但是要达者，达者就是悟到了以后呢，同游涅槃路，涅槃就是不生了，不灭嘛，哦。那我们何其怎么知道它是不生不灭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因为说它有在生，有一直在灭嘛，对不对？每天早上起来，晚上又过去了，一下子吃个饭的时候，吃完早餐又要吃午餐，午餐那时候一直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清净觉性呢，叫做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我们这一点比较重要，我们把它讲完，今天先休息。达法之人呢，不以万法为理，万法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的作用，叫做万法。所以悟道的人呢，不随着这些境界在转，不随境界转，他能够知道，啊，是非分明，他不会随着境界转，叫做达法之人呢，不以万法为理，高超三界啊，独步大方，啊，故曰呢，啊。常独行，常独步，但是其实这个常独行、常独步是在讲我们的清净觉性啊，并不是一定打法的。清净的觉性它本来就独来独往，它没有跟你这些见闻觉知，而是这些是非的事情，它干扰不了它，啊，所以说它比如说常独行、常独步的话，这个样讲的话呢，还不够，还不是很高超的。未了之人呢，无量劫来常与诸臣作对呢，啊，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了啊，即迷觉性，生复成缘，念念之间呢不能舍离，是没有错。我们有这样的那个故君云呢，眼根受色，耳昏鼻熏呢，眼嗅那个鼻嗅之香呢，啊，舌食以味的时候，所有生根呢，贪受之次呢，意根分别呢，一切诸法岂能劫前获去而独？行不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把这个自信呢显现出来啊，所以说啊，一切诸法岂能劫前获去，前去获去啊，一定未来之前呢，为之前去，念头以后的叫获去，那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一季呢，我们这三季呢，它本来就没有一直过去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三际，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执着和念头。啊，达者呢，达法之人是悟道的人呢；涅槃者呢，就是即不生不灭。啊，涅即不生，盘即不灭。啊，即无生入也。啊，经营呢，十方薄切幻呢，一入涅槃门。薄切幻就是佛的意思。十方之佛呢，十方之佛所走的路呢，都是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路，叫做十方薄切幻，一入涅槃门。此次一路呢，为明心杂本呢，啊，既大种性者呢，方能步步啊，诸佛阶梯而同游也。啊，悉知三界浩浩呢，六道茫茫，尽是输入陀人时，是以千乘初心呢，为一大事因缘，劝汝等诸人同行处路，就是要我们能够悟道，能够修的这个顿悟的法门。啊，是诸人不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诸人不肯，故古得云呢，天堂路上生紧急，地业门前呢华四胎，可谓少人塔着，啊，就是说地业门前华四胎，可谓就是说要到地狱里面去，睡了一下就进去了，但是要到天堂呢，就很多那个紧急呢，啊，你爬不上去的，上天堂很难，下地狱就很好像那个华师路了这样，一试下去就下地狱去了，可谓是少人塔着。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要把它解释一点，就是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的讲，是那个曾树道来问那个六祖的时候呢，他说：“学人自次家啊，染涅槃经呢，实在有余，为民大义，因和尚垂悔。”我们讲六祖的时候，谈经的时候有讲到这一段，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六祖怎样解释这个涅槃，啊，师曰呢，汝何是慧明呢？啊，他诸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即，即灭为乐，为死疑惑。师曰呢，汝作恶吗？生疑呢？也说一切众生皆有恶身，为恶色身与法身也，啊，色身无常，
有生有灭，法生有常，无觉无知。啊，均匀呢，生灭灭即，即灭为乐呢，不损何生即灭，何生受乐？啊，若色生者呢，色生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生即灭呢，即同草木瓦石。啊，谁当受乐呢？那个呢，六祖跟他讲说。啊，如是世子呢，何习外道，断常邪见呢？而以最上圣法呢？啊，即如所说呢，即色身外别有法身，你生灭外呢，在求以即灭呢，又推涅槃常乐呢，有言有生受用，是乃知逆生死，当着是乐。啊，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呢，啊，所说了呢，任五蕴合合为住体相，我们。所认识的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为我们自己这个身体，然后没有办法超越是我们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啊清净的觉性啊，结果被这个杨婆婆看到了，她在那一生要挂掉的时候呢，她见到了，哎，他看到说他哎，这个身体这个一坏掉，我还要再进来吗？他说不想回来了。所以悟道的人呢，对我们的这个自信呢，他本不生灭的。你好像说身体已经，我们现在执着这个身体，不能放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清净觉性，而一直执着在我们这个五蕴的色用身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在涅槃。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自体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生自道呢，还有说是哪一个人受乐，生灭灭即，即灭为乐，哪一个是受乐，啊，哪一个是即灭，哦，他因为没有悟道的人，他就一直在这个上面，哦，所以说一般的名人呢，就认五蕴合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生相，好生恶死，念念牵牛，不知梦幻虚假。往受轮回呢，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持久，佛迷此故呢，乃是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即灭现前。这就是我们讲的涅槃，我们的清净的觉性，我们悟到的境界呢，就是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呢？即灭现前，哦，所以说那个杨婆子他提了五件事情，说要我们爱我们自己，还要爱别人，哦，第一是爱自己，第二是爱别人，第三是要有信心，哦，啊，第四就是要那个啊，常喜乐，啊，欢乐，常常欢乐，啊，常常勇于承担，啊，那你看。一个杨婆子，他没有修行的人，他悟到了以后，他能讲出来，这个，哇，这太了不起了。他跟六祖讲的完全一模一样。何其自信本，啊，本住清净；何其不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住寂止；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看，哎呀，我们这太感慨了。我们还不努力的话，我们好，今天来，我们回向来。